草屯镇北市平顶顶顶里真济位的路面出现了受损，以及排水沟年久失修的状况，影响到乡亲的出入安全。接到乡亲的叮咛，南投县长柯淑华甲立委马文君等等人实地来勘察，将会请镇公所来协助，快速来做改善，让顶内民众会当安心。哦，因拢伫遐等来讲。这种在草屯镇的平顶实地来勘察到这个所在受损的路面，并且在老林长的协助之下，看到和居民真烦恼，已经派去水沟挂。南投县长柯淑华表示，都会来进行改善，以免讲造成着乡亲通行顶头的危险。全爱感谢着咱的马文君议员，甲咱全力争取，因为伫地方遮伫行大，拢听到真侪咱百姓的心声。啊，咱若无入来砖头看，咱都唔知讲哦，咱的巷道内底有遮尼侪咱的不良的道路。啊，尤其吼，咱看到咱的老林长啊嘛，真关心着咱的地方。啊，咱砖头拢时代拢真做事人，有当啊拢褪下卡。啊，若一挂咱遮的水沟啦吼，也是讲柏油路吼，那不平的时候，常常这个脚都会受伤。感恩县长个。立委，立委啊，跟镇长啦，感谢这大家啦。哎，方向你好行，好啊，好，大家好行到路咪。这边会勘，立委马文君等人专程来陪同，关心影响到公共安全的问题。感谢柯淑华县长听到因的反应，马上来拨经费做改善，也向中央争取更多资源，协助来推动着关系着民众生活安全建设。中央，咱嘛希望讲会使有搁较侪资源啊，来帮助咱的南投县，因为南投是一个幅员很广大，而且又是农业县，资源比较不足啊。我们更希望啊，中央有这么多的预算，应该要多挹注给地方啊，较袂好咱地方负担遐尼重。即款嘛会努力来争取，啊嘛希望啊，中央一定爱听到地方的声音。草屯的会用讲啊，甲咱施设吼将近啊600万吼啊，即用讲是。啊，反映到咱所有的这居民的心声吼，啊，足侪坎坎坷坷的这道路、水沟啊，啊，拢总来改善吼，啊，我特别。啊，感谢咱的许县长。一来哈，弄这个部落底下哈，那进出的民众非常的多，那也年久很多的道路都年久失修哈，甚至有的已经掏空，甚至有的有高低差。啊，家底在这个入面哈，弄起做这咱的时段哈，啊，搁一寡做囡仔哈，伫家里行，然后所以做危险的。啊，今日什么做感谢咱的县长，甲咱的委员哈。县长表示讲，会请草屯镇公所协助，针对着这个建设，快速来做着改善，或地方的乡亲会当更加安心。记者林雨欣，长报道。